南都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云龙，现在接受快问快答的挑战。我只会用青岛话说。但是你上海唱，其实唱歌英文上海话的。不会，你教我一下。哪能了？哪能了？对吧？标准吧？啊，青岛话怎么了？不会了，你教我成都话。爪子了，爪子了，一般。就一般，哪里都一般，哪里都不满意，对，我就没有满意的时候。最后一套 T 恤，那别买，没听不见，戴耳返听不见，喊嘛，不太担心这个问题，站起来。抢不着，他们那天买了，抢了一下试试，没抢不到，不一定，看心情。我最近很少去了，没时间，以前经常去。对，对，站在后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没有，没有。就必须要穿我的 T 恤，要不然就别来了。必须穿啊！我只要看，就有一个没穿的，就把直接请出去，把票退了，当场退钱。